开了20多年的小煮面馆，朋友们，我一个朋友给我说了4-5回让我过来尝一尝。今天简简单单的吃个早餐呢，叫喂，就4张桌5张桌。Hello， 姐姐，喂，认识我的吗？谢，专门过来尝一下今天。啊、不，你这小煮面好吃吗？还是？干饭了，香菇辣皮子跟牛肉干酱。好，马上就好。姐姐霸气，坐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坐就行了，我给你安排吧。你这个店多长时间了？干了24年，现在生意怎么样？我看生意挺好的啊。嗯，生意可以，现在全是外面客人。外面客人专门住，慕名而来。嗯，等一会儿你尝一下。哈，不瞒你们讲啊，住院了，朋友们，可能最近更新可能少一些了。住院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嘛，主要是好长时间4-5年了都没有好好检查过身体，主要是想住院检查一下。哎呀，还要做什么胃肠镜吗？胃镜要做一下呢，那个做完以后可能就是1个星期嘛，2个星期就每天稀饭喝呢。哎，今天算是我们胃镜之前的最后一顿餐了啊，3到4天以后检查结果也出来了，哎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吧。这屋里面有点冷，哇，有点冷。现在包子、奶茶之类都没有了，不做了，忙不过来。主要是做面，主要是做面了，忙不过来了是吧？忙不过来，因为我一个人做。嗯，这边也过来吃个小子面，经常过来。对，跑车，跑出租车。哦，你跑出租车的？哦，然后经常过来。味道好吗？味道好，我们也是朋友推荐过来尝一尝。主要是他们小子面是吧？对，出租车。我。我住院了，姐姐，这个最近嘛身体有点不好，我哎太痛苦了，我还好，没什么大碍。但是你比视频上瘦了啊？视频上帅点吗？我说视频上比视频上帅一点吧，姐姐直接不说话了，这直接。我饭吧。车里面有口小童吧，别待会儿回病房吧，整个病房给搞尴尬了。哇、哦，这个分量，这个14块钱吗？嗯，可以闯一下。哇、哦，这个14块钱的小子面、哦。哦，这个香菇辣皮子拌面。嗯，面辣真可以呢，面做真可以。哇！那我要。这小子面啊，正儿八经的，可以呢，味道。哇，很香的做出来，吃吃点。小子面算是这个新疆特色吧，朋友们。哇，嗯，哇，太舒服了呀！哇，剩下就是小子了。这是香菇辣皮子干拌面，朋友们，也是小子面这个面啊，22块的分量，这是。尝一下，我就送摄影师这儿尝一下啊。今天真的不能吃太多，明天还有所长闻呢。今天好像吃各种药，把胃掏空掉。今天，嗯，真不错呀。嗯，哇，赶快吃完，我们吞为止吧。今天真的人比较多，这个店里面比较小，赶快，我们吃完腾位置，腾位置，坐不下了。哇！哎，必须得付。122、40、36，谢谢。今天这36花的舒服。哇！快，吃完腾位置，我们。